高山上一棵槐呀，手搭栏杆呀，望郎来哟喂，啊！这就是几乎让所有马鞍人谈虎色变的郑家。郑家是我妈的娘家，我姥爷郑维新是马鞍县可以呼风唤雨、一手遮天的土皇上。他是郑家的大少爷郑天峰，是我的舅舅。这么不懂规矩呢？你没看见我在宴请省里的贵客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爷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！哎，春雨，外面怎么回事？乱糟糟的。没什么事儿啊，大少爷。哦，是老爷在宴请省府来的宾客，可能是有客人喝醉了吧。客人喝醉了就变成狼了吗？天峰，你出来干什么？赶紧回去。爹，我听说府上来了不少客人，不知道来是贺喜的呢，还是来添乱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说这种风凉话？快回去吧，免得伤着。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。老爷，我想起来了，发生这种事儿只有一个可能。狼崽儿，府上进了狼崽子了。在这儿，跟我走，离开阎王殿，咱们过自己的日子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请了一帮朋友帮忙。你要干什么？听我妈说，牛和凤儿都曾经是他农会夜校里的学生，两个人好的就像山和树，水和鱼，他们爱得很深，就像是两颗心揉在了一起，谁也无法分开。你放下我，放下我！新媳妇出阁脚不沾地，这是规矩。牛，你不能这样。哪样？郑家仗着有权有势抢了我的女人，我能这么算了吗？老爷，老爷，找到了，不知道是哪个畜生，把这狼崽子抱回来放在马棚里了。送出去。是，老爷，快看，管家。老爷，给
出来是谁干的，就把他的手和脚给我剁下来。老爷，老爷，又出事了。赶到洞房里来做客的朋友，自然是早有准备。怪不得下人们。都起来吧。谢大少爷。凤刚刚嫁到咱们家，怎么就会被劫了呢？老爷，她是郑家的儿媳，是郑家的少奶奶了。老爷。会不会绑票勒索呀？绑票？别说在小小的紫云乡，就是在马鞍县，谁敢绑我郑家的票？要问女儿，你们撒酒药，我梦回魂儿。把眼睛闭上。闭啥？我让你闭上，你就闭上。不许睁开啊！两天的时间，把父亲山上的花都采来了。你这是？咱俩的新房啊。就你自己不知道。好看吗？我没有郑家有钱，但是我程牛儿有天，有地，有心。所有花加在一块儿都没你光亮。啊啊！以后凤就是牛儿的新娘了，我们在一块儿一辈子了，成亲了！花子涵，你别脏了我们老爷的鞋，滚边去！滚边去！花子涵，起来。郑老爷，有个买卖做不做？不做。给他一块大洋。郑老爷，我知道是谁把凤接走的，是谁把少奶奶接走的。妞，嗯，这就是咱俩的家。这就是洞房，哪能是咱俩的家去？啊！我怎么可能让你住山洞里？再说了，这儿也不安全，他们迟早就会找来。明天咱俩就离开这儿。花子涵，你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？亲眼所见。谁干的？几个人？几条枪？一个人一条枪。一个人一条枪就敢绑郑家的票？看
看样子不像是绑票。你是说不光野狗进院儿，还红杏出墙？是不是红杏出墙不知道，但肯定不是绑票。谁活得这么不耐烦了？给他10块大洋。街头少奶奶的是成牛。成牛？成年晚的猎户，一个胆子大的能刨天的泥腿子。包子涵，你既然知道是谁绑走了郑家的少奶奶，你自然知道她藏在哪儿吧。猎去了？是打猎呀，还是打人呢？长官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带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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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我疯了呀！关云相爷。不知道，好像在抓人吧？是啊，连警察叔都失踪了，一定在抓红掌。停轿。走。我想自己走走，你先回去吧。哎，大小姐，你回来了？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别提了，出大事儿了。这就是你们办农会、搞共产的结果。现在一个小小的猎户竟敢骑在郑家的头上拉屎拉尿了。爹，凤真的是牛抢走的吗？除了这个畜生，谁还有这个胆子？都是你教出来的。革命革命，革到自己家的头上来了吗？他爹，这都啥时候了还说这种话，还嫌家里的乱子不够多呀？闭嘴。上哪儿啊？去找我哥。哥，你没事吧？爹娘都被你吓坏了。妹妹，你不在汉口读书，你跑回家干什么？爹娘让我回来参加你的婚礼。秀云，哥哥让你看笑话了。哥，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。我知道你喜欢凤，可是感情的事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。牛跟凤本来就是很要好的一对，他们两个早就相爱了，而且爱得很深。爹为了你生生把他们俩拆散，这对他们不公平。哥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亲眼看见整个紫云香都乱套了，为了你一个人的婚事，搞得鸡飞狗跳、四邻不安。牛的爹娘都那么大年纪了，还要被他们抓过来关在马棚。哥，爹听你的话，你劝劝他好吗？别再折腾了，就让这件事过去吧。你给我闭嘴！滚出去！
凤儿，现在咱俩走不了了。我想了想去，觉得这样不合适。我要嫁你，就要堂堂正正的嫁，我要堂堂正正的做你的女人。你啥意思？退婚。退婚？那我不和郑家退婚，咱俩的事儿就永远见不得太阳。逃婚是活，不逃婚就是死。 那咱俩能豁出去，爹娘能豁出去吗？没人告诉他们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那万一他们知道了呢？凤儿，宁儿，凤儿，你听我说，咱们俩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你绝对不能再回去，要不然郑家会点你的天灯。我才不怕呢！我怕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回去。 凤儿，别怕，咱俩就是死也死在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对。宁儿，哎，凤儿，凤儿，你们放开我！春云，春云，少爷，钱院乱糟糟的，是不是凤儿回来了？你说谁是狐狸精？谁是狐狸精？就凤儿那个狐狸精。你要再说她是狐狸精，我就把你这个嘴撕烂了！ 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把凤儿请回来？我闻到了一股槐花的香味儿，这是凤的味道，只有它才配有这种奇特的芳香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程女儿逼你、强你、威胁你，还是你心甘情愿跟我走？因为我喜欢女儿，想和她在一起。 你在郑家做过丫鬟，大少爷一直对你不错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呢？大少爷待我是好，可能是主人和丫鬟，不是男人和女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一定想好了再说，是程牛儿逼你抢你，还是你心甘情愿的？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这事儿和牛没有牵扯。 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？不管是啥后果，话不能混说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好。管家，老爷，通知紫云香各馆子的族长和管事的，就说我郑维新三天之后要开堂祭祖，请他们务必参加。还有，去准备一套上好的寿衣。 凤儿毕竟是我郑家的人，不能委屈了她。知道了，老爷。郑维新，你个老王八蛋！你们把凤放了，要杀要剐，你牛爷爷一个人顶着。还愣在这干什么？快去用马粪堵了他的嘴！是。算了算了，何必和他计较？ 小瘸驴，老王八蛋，小瘸驴，你们要是爷们儿，你们就把凤放了。人呢？人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把凤怎么了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别骗我了，凤肯定是回来了，她不会让我失望的。这一次，恐怕你要失望了，她压根儿就没打算做你的太太。 压根儿就没打算嫁给我们郑家，他的心里只有那个猎户，我已经把那个猎户和他关起来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国有国法，族有族规。点天灯，这是他自找的。放人，什么？把凤放了。你疯了？他是我的妻子，是郑家的少奶奶，他不是郑家的少奶奶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 只要我郑维新咳嗽一声，想做郑家少奶奶的人绝不在少数。你就是想要天仙，爹也能给你找来。谁都不要我，就要放人！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我告诉你，放了他，郑家的颜面何在？你是不是让我跪下来求你爹？ 儿子。
咱们郑家是有身份、有威望的人呐。如果现在把这个丫头放了，你丢得起这个人，爹陷不起这个眼呐。我不是没有给他机会，只要他肯承认是牛儿绑的票，我就放他一条生路。可是这个丫头不光嘴是铁打的，心也是铁打的呀。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地方。犯贱，你简直就是犯贱！如此一个丫头，怎么能让你这样痴迷呢？啊！你不是我，你当然无法理解。爹，我劝你还是听我的。你知道，你儿子不光会犯贱，更会发疯。这次恐怕容不得你。爹！你打算点几个人的天灯？两个。麻烦你再加一个，把我也算上。凤儿啊，你说你真是都多大了，还到处乱跑，你把我给急的。走吧，回家吧，我们。大少爷，你看又叫我大少爷，咱们俩现在是夫妻了，你叫我名字就行，没这么多规矩。那他呢？谁呀？牛。牛？牛是谁？大少爷。对不起，这件事情不怪您。先回去休息，贴己的话我们找时间再说，好吗？管家，叫几个人送少奶奶回望凤阁。大少爷，嗯，按照规矩，少奶奶是不能再进洞房了，她身上已经不干净，对郑家和大少爷都不好。除非什么？杀了恶魔祭天之后，方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哎呀，这样也好，那就备轿送少奶奶回家吧。哎，大少爷，大少爷，我是想说，我和牛凤儿，走吧。走。是吧？咋了？哎呀，他死了，我也死。你儿子承认是他绑走了我们郑家的少奶奶，他这是在往我郑家的脸上擦屎啊！郑老爷，您就当他是个啥也不懂的畜生，放了他吧。这种话你们也能说出口啊？他做了这么大的孽，是一句不懂事就能搪塞过去的吗？程老汉，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，你应该知道他做了这种孽该如何处置吧？点灯。好，知道就好。那你就回去给你儿子准备后事吧。郑老爷，郑老爷，求求你，郑老爷，求求你，郑老爷，不能坏了规矩啊！郑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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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求郑老爷，郑老爷，你放了我！大小姐，让我进去。对不起，大小姐，老爷吩咐过。让我进去。大小姐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们这些做下人的了。你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吗？什么点天灯啊，这都是哪辈子的规矩了。大小姐，这话你还得和老爷去说吧，我们只是听使唤的下人。把人放了，出了事我负责。
我们还当我是郑家大小姐吗？大少爷，哥，你也同意爹这么做吗？你不是不知道点天灯有多残酷，就算你又做错了，也不能用这种手段来惩罚他。你把凤都给放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关着牛呢？送大小姐回房间。哥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春雨，你下去吧。大少爷。下去。是。我不想伤害你。用暴力手段去征服一个人是最没有本事的做法。少跟我说这些屁话。你妞爷爷既然回来了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粗鲁，无知的粗鲁。想死还不容易？也就是半袋烟的功夫，油枯灯尽，灰飞烟灭。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咋了？牛爷再过20年，别跟我说再过20年又是一条好汉的屁话。跟你谈个条件。好啊，你们把凤放了，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担着。嗯，我知道程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要是死了，你爹娘会很伤心的。古训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死了，那怎么让你二老去见先人呢？还是冷静点儿，想想问题的重要性。固执己见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你只要当众对凤说你不是喜欢他，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。我保证不会有人伤害你。脑袋掉了碗大个疤，牛爷爷会说这种屁话吗？好，我看你是死了心想上天台顶了。哼，点天灯的阵势我还从来没有见识过。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啊。找聘礼干啥呀？我不是郑家的人，不能收人家那么贵重的聘礼。你该不会是要退亲吧？对呀，退亲。你敢？你就不怕我打折你的腿？那你们现在就动手吧，死在你们面前省了点天灯。不行，爹娘不能眼看着你丢脸又丢命。不死在郑家，就死在咱家，你们自己掂量吧。我买一个吧。不美。少奶奶，你干什么？少奶奶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该不会是挑着嫁妆送货上门吧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是心疼你，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好好活着啊。我是死是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想看？哎，好好，我就喜欢看你生气的样子，真好看。我再演。你闪不闪？咱们做个买卖。死泼皮，和你这种无赖做生意，老天爷眼睛也没瞎呢。那个啥，牛马上被点天灯了，这个大门你没脸进去吧？嫁给我花子涵吧。你说话呢还是放屁呢？天下男人都死绝了，我会不会嫁给你这种泼皮无赖？好，骂得好，能被美人骂一骂，胜过百句奉承话。凤，你跟着我，我攒了不少白花花的大洋，保你好吃好喝。你瞧，细头看，
西头看什么呀？看看太阳啥时候从西头出来，我就嫁给你。放，美人。你闪开，你听见没有？放，否则我做鬼都不会饶你的。什么时候能睡上一觉？哎，老爷，夫人，老爷，凤儿来了，说要见老爷。想救程牛儿，想都不要想。他不是来救人的，是来……说，是来退亲的，老爷。退亲？退亲？他红杏出墙，随人私奔，郑家没有处置他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，还有脸提出退亲？哼！他刚刚打了我的左脸，现在他又来打我的右脸了。老爷，这丫头不识抬举，把她点了天灯算了。他要是死了，大少爷能把这个天扯下来呀？可是凤儿，他要退亲啊。老爷夫人，这跟要了少爷的命有啥两样吗？不行，亲事不能退。告诉他，就说我们不答应。得看吧，就这个，人家少爷还不管，你一个狗腿子，简直不行，自己做错事情了，那就是也不是一人犯性。不行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看我啊，咱们见过有几个腿子？能感动的郑家人是胆子太大。大少爷，您没事吧？大少爷，凤儿是给脸不要脸，这好好的桂花油都擦在脚后跟上了。我看呐，就听老爷的话，点天灯算了，省得。大少爷，天底下的好姑娘多的是，又不是只有她凤儿一棵是槐花树。你也喜欢本少爷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盼着凤儿死，对不对？能伺候大少爷是春雨的福分。听着，谁要是说出让凤儿死的话，我就让他先死。双子儿，把聘礼收回来。你敢？云儿，别添乱了。爹娘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凤绝对不可能喜欢我哥，他心里只有牛。他喜欢谁是他的事，不关郑家的事。爹，想当初你也是反封建的斗士，你是紫云香第一个剪掉辫子的男人，也是第一个主张共和的男人，可是现在你……封建也好，共和也好，郑家有郑家的规矩，郑家的规矩谁都不能破，包括你。只要是不合理的规矩就应该破除，包括郑家的规矩。管家。老爷，你出去告诉凤儿那个丫头，她就是死了也是郑家的鬼。哎，我听郎中说，越是腿脚不方便的人，就越应该出去走走。老待在屋子里面，以后就再也走不了了。倒酒啊。大少爷，您从来不喝酒的。哪这么多废话。是，趁你这就去拿。
警方。陈宇，死哪儿去了？酒怎么还不拿来？天风，你不能再喝了。妈，有啥话你跟菩萨说去吧，我不爱听。天风，陈宇。据说，郑家的大门紧紧地关闭了三天。别说是那些看热闹的人，就是太阳和月亮都轮番回家睡觉了。只有凤儿依然执着地站在黑了又亮、亮了又黑的宅院门前，似乎在对所有的人说：就是百地站塌了，他也不会屈服。夫人，大少爷还是不肯吃饭吗？是的，夫人，都已经三天了，大少爷还是一口东西都不肯吃，只是不停地喝酒，我怎么劝都劝不住。你是怎么伺候大少爷的？啊？这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不吃饭怎么行呢？他真是疯了，疯了！天风，天风，我是娘。天风啊，天风，快把门打开！你想把娘急死吗？天风啊，快吃饭吧！我不要人伺候，你们都出去，出去！赖在房间里寻死觅活的算什么男人呢？我爹给了你多少钱？一个月一块大洋，我卖一年的柴也挣不来。你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我这有的是钱，你想拿多少拿多少，我也雇你，雇你给我滚蛋。怎么说话，怎么做人？你有钱了不起啊？有钱人是人，没钱的人也是人。你居然还敢笑？你很得意是不是？对呀。你站起来了。我知道了。听我妈说。你是属驴的，对吧？郑天风的腿落下残疾以后，属驴的一直在寻死觅活。不打你不走啊！先后雇佣了七八个丫头，但没有一个人能在他的身边待够足半个时辰，只有凤儿是个例外。他不仅在郑家足足待了两年，还硬生生地把郑天风重新扯进了阳光里。你能熬多久，我就陪着你熬多久。今儿是牛儿点天灯的日子，各村的族长和有头有脸的人都到了。您看，今天是第三天了吗？是第三天了。他一直就在门上，没吃没喝，连窝都没挪过，那哪像个大活人呢？就像是棵死槐花树。老爷，您看怎么办？大少爷呢？
出去。管家，去把宅门打开，把聘礼收回来。是。等一下，郑家的规矩还没有人能破坏。我是郑家的大少爷，我的规矩就是郑家的规矩。